我们两位呢是他过去2年那个唯一一个舞台，舞台蛮行的那个舞台的。搭子，我们来搭子，这个小七哥啊，这是阿普飞行，现在我们其实已经，为什么换这张？这张是飞行。就是什么？我有曾经表示过，因为他的肤色这么奇怪，因为昨天半夜找这个广告公司打的是吧？不瞒各位，我们周围一圈的人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特别巧，旁边的小伙伴们其实都是咱们这一组的粉丝朋友，所以我们喊口号的时候呢。我们把各位的名字挨个喊一遍，就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喊。对，就是拉动群众的力量。因为我们有跟人商量说，咱们一块儿，好兄弟伙，兄弟伙，我们一块儿一起喊一喊，所以口号全部连在一起，团结一下。是，真的在台有感受到，那会本来很紧张，但是他们俩真的很显眼，就是现场，别的就是你，都是可能是那种，就是那种声音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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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拿出来了，很有辨识度，带着拿过来。是。然后我们还给各位同志们鼓励啊，阿普，阿普。哇！谢谢。这就是取材呢。是，就是因为。谢谢。刚刚我俩已经吃了一根大辣椒了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我们的都是辣椒，是我们很贴心的为你们的舞台准备，不可以带辣。所以你们来讲，这件事是3个月，瘦了3个月，你现在瘦了啊，瘦的要命，是吗？你刚刚过来让人撞，哇，整个人跟骨架一样，一根杆儿一样。今天我们5个表现好不好？好，OK 的，不错，最后加油，赶紧吃。我刚瞄了一眼，那是生活里或者是什么衍生节目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玩一玩。然后这个收到一副练习的阳光是吗？是。我吃这玩意儿会流鼻血的，真的。给队友谁身体能接受得了谁吃。那跟王嘉诚送的一样，王嘉诚也送了那个人参那个。对，就是因为很多我就爆肝熬夜的时候会，反正你就直接拿出袋子或者给那个。你工作人员好吗？请导演来一个吧。行，我会带着大家一起玩那个达芬奇密码的。好的，放轻松一点。我们两个，谢谢两位哥。我现在是这边拉的道具。拉开那个，拉开。我们关机了。好，谢谢两位哥哥。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对整个的照顾，辛苦各位。我们来合个影。合影吗？来。就在这，你们放心了。好。对，就怕他拖你后腿。你说出这句话，我尤其放心。来，3、2、1，好，没事，手机在拿着我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开吧，你就举着。哪个免费广告？天哪，我现在自拍的时候都难以想象你刚刚在舞台上跳那个舞蹈的时候，我们很认真的说，假装认真。我进来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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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